去看，这列火车太狠了，轮子撞成这样，它的主人还是装作耳聋。从去年农历过年到今年农历过年，比鞭炮声音放的还要久呢。注意看，这列火车太狠了，一个自称改革的主人，在发生火车翻车两次后仍然无视隐患，要是没有意外的话，就是继续宣称他重视改革。注意看，手机开大声一点，这哒哒的马蹄声对诗人来说是浪漫，对旅人来说是散漫，要是没有意外的话，音浪太强，不摇会倒在地上。这真的太狠了。工地的打地机只在工区打，这列车可是快环岛打地了，环岛地主纷纷对他比大拇指说赞，真的太狠太狠太狠了。棒棒啊，501好棒棒。